温哥华第一 Shaughnessy 区，早期贵族的最爱，近年名人的首选，早期区内大户精心选中海外各种珍贵树木花草，所以四季都有奇花异草，鲜花盛开。今天介绍区内的这座大宅，临近几个领事馆邸，占地33,800尺，呈弓形，大宅正好在箭头位置，聚力聚气的格局与气势，属于风水宝地。这里的园艺由历任屋主精心设计打造，有棕榄树、百年的伞形日本枫树，以及十几棵从日本运来已有20年的关山樱花。春暖樱花盛开，连成片片樱花粉云，夏日名品玫瑰盛放香满庭，秋天红叶挂满百年红枫树。大门是皇家庄园式入口，经过双闸门，环形宽阔的树荫车路，到达正门洛克区，尽显尊贵气派。前院有观景台，精心设计的私家木栈道，还有锦鲤池，水源是天然地下活水，水为财，活水川流不息，寓意屋主财源滚滚。这里四季都可以享受到美景，春天粉嫩樱花浪漫飞舞，夏日花廊五彩缤纷，秋季红枫似火，冬日白雪皑皑，玉树银花。这里四季美景最适合喝茶小休，美不胜收。踏上前门的台阶，回望大宅的园林美景和远处的万家灯火，相映成趣。大宅室内面积接近9,500尺，建于1911年，房屋结构有百年历史，历任屋主前前后后投资超过400万翻新改造，大部分装修都是2010年之后进行的。整个大宅都可以看到历史的演变过程与痕迹，又有住在当下的舒适感。全屋楼高4层，有8个睡房及9个浴室。从玄关进去就看到宽敞气派的大厅，右边是设计较现代的客厅，左边客厅就保留了历史典雅风格，怀旧历史感浓厚，配上10尺高楼底及宽敞的空间，既有欧洲传统建筑的古典美，又注重现代建筑的实用性。在9,500尺的豪宅空间，布置各种优雅家具，精美装饰，绝对是游刃有余。主饭厅配上意大利手工艺术玻璃吊灯，摆放8至10人餐桌，完全宽敞舒适。宽阔开放式厨房在80年代后扩建，2010年前后装修过，现代的厨房设备，高挑楼底，以及透光天窗，日夜都通透明亮。近几年还换上可以全部打开的推门，既时尚又实用，让家庭厅、宽阔开放式厨房瞬间与宁静清幽的后院、暖水泳池融为一体。二楼主人套房位于这层最好的位置，透过大窗或落地窗，既可以欣赏大宅的花园，又能观赏北岸群山和都市美景。后院向南，采光充足和暖，露天暖水泳池四季都可以享用，特别是冬天泡在暖水池赏雪，非常惬意。